现在把这个那很后面，因为这都已经变了，全部改装过了，那变成一个展场，来变成一个展场。他曾经也卖一些东西啊，但是谁来买呢？没人啊。所以花莲呢，要做生意啊，困难度还蛮高的，蛮高的。不是说那东西不好，而是没人来。